他一拖他就卡住了，然后会哭会痛，没办法，只能给他拖住。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时间，要是没有这个群众拖着这个小孩子，时间长的情况下卡到脖子就会窒息。我想任何一个人见到这种事情都会挺身而出，何况我们还是一个警察是吧，所以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。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atching. Please do no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for more news videos. Thank you.